评审老师，然后还有所有的来宾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高雄应用科技大学的康彦伦。对，这是第三次参加这种校际的比赛，还是有点紧张。OK，那好，我要带来的歌曲呢是佳佳的《为你的寂寞唱歌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啊，有点慢，不要睡着。
谢谢大家。